おはいりませ。我今天没有化妆啊。几点了？要迟到了啦！韵哥怎么还没来？韵哥你很久哎！而且为什么你车上还有一个妹？不会我第三集就被换掉了吧？没有，这个哈你不要多心。这台车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跟千金借的。哦。哎呀，对呀，哎，来，下车。因为哈我们要长期相处，所以我想说搞一台车哈。啊，这样可以随时接你上下班。啊，你会好奇我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车的车牌号码已经被狗仔记下来了。哎，啊，这样还得了？我们整天在干一些苟且之事。有苟且吗？不是叫苟且吧？啊，人世间只要干苟且之事，就会遇到狗仔，对不对？啊，三两天就见报不行。我觉得不行。嗯，首先，好，哦，哎，怎么播？我。首先，本来看到你应该要很开心。对啊。为什么我现在归然他火？你为什么给我穿成这样？哪个男朋友会让女朋友穿成这样？你看这么可爱，我们今天要去女仆咖啡厅打工耶。哦，真的啊？对啊。你给我这么好的安排。对啊。让我们去女仆咖啡厅。啊，本次蛋大。哎，用得很好哎。要怎么解释这句话？本次蛋大的意思就是，本来很想生气，但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气就消了。看着看着就是心情愉悦的。哦，啊，本来想要斥责你，你给我穿成这样。对。但是又有一些可爱可爱。对。就是这样用，你用得很好。跟你讲哈，今天这台车我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，好啊，因为我特别去跟千金借来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嗯，这是大型 SUV， 但是呢，它充满了流线感，因为哈，有的人不喜欢 SUV 什么正正方方，啊，我们这个是走流线的，啊，这样的一个风格。法国车，蹦极威车呢，就是特别浪漫。对，浪漫在哪里呢？念出来，这是什么？3008。对，是它的型号没有错。你数学好吗？我数学还不错啊。哎，这就是数学无限的啊，那个符号代表什么？我对你永恒无限的爱。镜头不拍我，我们这个摄影师哈，他欺母你知道吗？一点其他感啦，我在讲这么重点的话，人家镜头就会过来，对不对？他一直在拍你，我还要自己这样。你再注意看他的车头哦，水箱护罩点状的，它整个延伸到旁边来，很漂亮。然后我们这个呢叫做保狮嘛，你注意看它的这个叫做日行灯，像极了狮子的獠牙。嗯，哎，你知道狮子哈，那个獠牙蛀掉去看牙医，后来牙医讲了一句话，他就把牙医推下去了。他讲什么？因为牙医检查到了牙齿蛀牙很严重嘛。嗯。拔开牙喽！然后狮子说：“你再讲一次，拔开牙喽！”狮子哼，我们就把它吃了。牙医是说拔个牙喽。另外一个牙医也被狮子吃掉，那只狮子比较小只啊，因为你来看牙医呢需要妈妈陪同。结果那个牙医他问说：“狮子，你妈妈呢？”啊，因为牙医大部分都讲台语嘛，塞你娘嘞，狮子一气吃下来，又把它吃掉了。所以有意思就是说，不要随便跟狮子开玩笑。对，好啦，我们差不多要准备吃了。OK， 对呀，在这边大厉害小厉害。对啊。对呀，哎，那我帮你放个行李。为什么这么小的包包也需要放这里呢？因为我这个人喜欢炫耀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特别要让你，怎么你知道？我说过而已，怎么叫你知道？我要特别让你知道，我们保时这台车子厉害在哪里。哇！哎，这样很方便呢。芝麻开门。而且你这样子手提很多东西的时候，用脚就可以了。你真的去 shopping 的时候。啊，大包小包，对啊，啊，不可能再拿钥匙来按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不用，你就是这样子脚一滑，很方便哎。这边空间已经很大，对不对？嗯，基本上人已经可以坐在里面了哦。哎，你坐看看，你坐看看，刚好这样拍个美拍，在这里面也能美拍就了不起了。三连拍 ，Take one，Take two，Take three。
然后你如果嫌这样还不够大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样都还嫌不够大哦，你想睡在里面。哇！来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播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就打开呀啦。哇，很大耶！再放个枕头，就可以直接睡上面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睡呀、啊。空间很大。空间非常大。好，来来，我们上车，上车。舒服啊，很舒服哎。这个椅子有没有？嗯，真的，人世间最舒服的椅子，真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营救椅。哦，这个椅子就是营救椅。好的椅子呢，包覆性要强。那很多妹啊不懂包覆性，就是我们人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包覆性不强的椅子呢，你开的时候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这个把人呢就固定在座椅上面。还有，那有的人呢这样子坐久了呢，腿会酸，那是因为呢椅子的这个面呢不够长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前方这个叫做腿靠，让这个椅面就变长。舒服哎、欸，非常舒服。它整个这个座舱啊，原厂有一个术语叫做 iCarby， 科技座舱。它整个的设计呢，就有别于一般的同级车。你看这个方向盘，这个叫做小幅径的方向盘，一般方向盘是圆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比较大，那弄起来有点挫挫的。那这个小幅径的方向盘，它比较小，所以操作上很灵活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。准备要上路之前呢，有点口渴。对，我有点口渴，需要喝一点饮料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水。对，一般的矿泉水。这是什么？红茶。红茶。这是什么？绿茶。绿茶。这是什么？奶茶。你以为应该没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吧？不仅如此，竟然还有分解茶。这是什么？乌龙茶。对，最后一个我就不相信你回答了出来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就是矿泉水，大桶的矿泉水。哇塞，哎、欸，这里面是百宝袋哎。这个置物箱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深。我特别要跟你讲哦，现在很多人就手机控，那开车呢，手机不能使用，蛮痛苦的。对，我们在车有配备 Apple 的 CarPlay， 车子可以跟手机连线。这可以透过车子跟手机的连线以后呢，在车内播放音乐、蓝牙以及执行导航。顺便干嘛？顺便充电。对，我是真的很爱这部车，所以呢，今天特别花一点时间呢，跟你好好的介绍。我们这个指针也很特别哦，一般我们车子开动的时候，指针不是啾这样子吗？对，啾啾，它是呢，哎，它往内。这个细节呢，就是我们车商这边呢，他也是觉得说这种小巧思创造出跟同级车呢不一样的一种氛围。好嘞，那准备出发了。好，但是出发前，不晓得是我的问题，还是你也感受到了，后面好像有杂讯。你在后面干嘛？没有，是千金的车嘛，我怕运营哥你一时冲动会把车弄脏，就是来盯着。什么情况之下会把车弄脏？喝红茶的时候，到了。好，这是一个。林香，你觉得另外一个？可能就是吃饼干的时候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饼干是公的还是母的？饼干是公的。饼干是母的。为什么？饼干有屑屑。那是地震还是公的？地震为什么是公的？为什么地震是公的？因为地震有几级。OK， 好 ，Let's go 咯。它这个车呢，有配备一个，这个叫做半自动驾驶。那个我们一般都简称 ACC 啦。那你要在白话文讲呢，它就是定速跟车，大部分会用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塞车的路段啊。我们设定以后呢，它就会维持一个距离，然后自动跟前车。所以前面那台车变慢，这台车跟着变慢。因为这毕竟是半自动驾驶，所以呢，车厂的操作手册一定会再三提醒你。它是辅助，辅助，辅助很重要，所以讲三次啊，手还是要放在方向盘上面。好，身为一个专业的副驾，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些提神的东西。其实你穿这样就已经够提神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所以你提神还要再提神 ，double 提神就对了。double 的，是什么？你不要做一些太亲密的动作。不会，心里还没有准备好。因为我不希望我们进展嘴巴说这么快。你用嘴巴，对，用嘴巴说的，对，那应该是一些甜言蜜语了。哪一个赛车手最不在乎输赢？最不在乎输赢？每个赛车手都很在乎输赢啊，他不一定当赛车手。舒马赫，
输了也好。哦，舒马赫。对，舒马赫。再讲一个，这个再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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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8分。不能找哪一个政治家换轮胎？哎，我学没有，想不出来，人家头好痛痛。他们会这样吗？痛痛的绿茶妹啊。你会模仿绿茶妹吗？绿茶妹哦，对，想绿茶要怎么样之前能不能告诉我答案？哦，对对对，哪一个政治人物不能请他换轮胎？答案是拿破仑，因为他就会拿破掉轮胎。来吧，表演绿茶妹。我今天没有化妆啊。啊，其实他是有化的，对，他有化妆啊，就是会故意一直就是你知道。收金上吗？哎，你把我搞成这样子，很可爱耶，很适合。你看，还有这个小蕾丝，这个围兜兜。我怎么觉得像惯坏的糯米肠？而且刚刚他们说你穿起来比我可爱，脚比你细是真的。对，脚比我细。对，哎，我这样很不自在呢。不会，我们就是要来女仆咖啡厅，都要穿这样。他们的守则就是，哎，要先穿成女仆样。女生去的地方，他们就会穿成那个叫做管家执事。执事咖啡。对呀、啊，好歹也弄成那样啊。我们今天来就是女仆咖啡厅啦，我们先请学姐来好了。有还有学姐哦。我们今天来练习的、啊。哎，学姐学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他刚刚那句是不是讲不标准？不会，很标准，很标准。那你讲完整一点，主人欢迎回家。我好好听哦。当女仆需要具备什么特质？首先要会整理自己，打扮自己。哦，整理自己，打扮自己，又非常好，然后干干净净又漂亮。啊。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可能会喜欢二次元。嗯嗯。好，二次元是什么？二次元就是比如说动漫类啊。需要很会讲话吗？我觉得需要会聊天。哦，哎，那我就具备一个特质。你很棒。我不只会讲话，我已经到了胡说八道的时候。哦，我不会他刚刚讲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女仆第一代元老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你想都没想到，白云哥。真的。在给镜头看之前，我先给你看。这是白云本人，全台湾第一家女仆店就是他开的，三个月就倒了，很正常啊、哦。怎么和你还点头？不是什么的。所以当女仆最好有研究一点动漫。对。因为来的客人会跟你讨论哦。会。那你看不出来我对动漫也是有研究。我看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很会模仿善意。爷爷，爷爷，不要叫我爷爷，叫我师父。不要，我就是要叫你爷爷，爷爷，我就是学不会，我就是学不会。砰！打雷。雷之呼吸，以之息，霹雳一闪，八连。换你，你先从爷爷开始 ，Action！ 爷爷，爷爷，叫我师父，我就不要叫你爷爷。亮。雷之呼吸，霹雳一闪。有了。换你，我吗？来，你先从爷爷开始。爷爷，爷爷，叫我师父。我不要，我正在叫你爷爷。打雷，轰！雷之呼吸，以之息，霹雳一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会，不会，老爸，是吧？抱歉。而且你漏了一个刚林香的细节，他会呼吸，雷之呼吸。太多东西出来了，这样变蛤蟆功了，蛤蟆功就是这样。确定要穿成这样就是做蛤蟆功吗？我在教你蛤蟆功，再培养蛤蟆功就是这样，哎，然后吐气。掌声鼓励。我到底做了些？换你。我觉得我要教大家正确的。我现在在改良你们女仆店，因为你们这么多年来哦模式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。就是哦，客人进来你们就这样子，啊，客人你好。来，那个客人来，我们要怎么问候？标准的问候法。然后拉起边边。好了，好，一定要左边哦。对，左边，然后脚往后放。脚往后。对。
哦，对对对，然后稍微弯腰。哎，你前世是鹤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有办法当站那么稳？好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站那么稳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会讲 ，OK， 那塞吗？这个是冰场吗？我看人家在跟着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就是欢迎回家，主人。哦。O K A D O K A D， 那啥伊妈塞好。Action。O K， 妈塞。卡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光说不练真的是假把戏，这个是问候啦。你们会不会主动迎上客人拥抱？我们女仆是禁止跟。Don't touch. Yes. 所以他们一般都拱手不握手。客人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奈奈在这边呢，向您拜个早年啊，虎虎生风，虎年行大运，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啊，好，我们要实做一下，等一下教我们一些餐桌的方法跟礼仪。Let's go。你嘴巴沾到冰淇淋了啦！沾冰淇淋，嗯，那你帮我吃掉。吃零食啦，吃掉！你把它拜托嘞，哎，啊！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他是客人。怎么不可以这样？我们要温柔。他干这种龌龊的事。我们要柔性劝导，柔性劝导，那好，那你怎么劝导？来，你再重复那一句。哎，嘴巴上面沾冰淇淋了耶。好，那你帮我吃掉。对啊，我们不可以肢体接触啊。没有没有肢体接触啊。帮你吃掉，这样不行。哦，这样不行。对。哦，很遗憾，主人，主人不好哦，我们这里不可以肢体接触哦。很遗憾，我知道。你很棒，你觉得很好。哦，要这样啊、哦。对，要温柔。啊，他们如果硬已经接触了呢？啊，你跟他这样子，好像情侣那样子手握手，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学姐，学姐，他们变这样，黑人不行哦，对，人家会出境你哦，你就不可以再进来甜点了。哦，我会被黑名单，你不要在那边装，在那边，来这边哦，这样我会变黑名单哦，演个屁啊，没出息。啊，我们请真正的客人啊！哦，啊，你不是我们的客人啊！来来，客人，客人，来，哎，那你也坐，你也坐。不坐。为什么你不能坐？女仆不能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女仆不能。所以女仆店有这个规矩。我们店。啊，硬坐会罚钱吗？老板会生气。老板会生气，他也是说，不行啊，不建议啊。这家店我已经买下来了，我特别准许你做。谢谢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你不是女仆了，你是皇后。太高贵了。哎呀，怎么太高贵？我喜欢当女仆。啊，不是，不要。我是真的客人。不建议啊，我们不建议这样哦。啊，你常常来这里捧场？还蛮常来。嗯，啊，为什么喜欢来女仆店？好处是什么？好处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放松的环境哦，对，然后可以轻松的聊天。嗯，那沙奈跟林香选一个，你只能选一个的话，讲实话哦，你如果讲谎哦，你那边烂掉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不可以讲那个烂掉哦，那个烂掉不好哦，烂掉就歪歪喽。那个我全都要。哎呦，我家打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样讲也不对，这样沙奈也会不开心呢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辈子最巅峰就是这个时候。两个女生啊，三个女生，对，为你争风吃醋，对不对？啊，客人来了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弄？我们要为他介绍 menu， 我们都是每一个星球来的公主。啊，像你是什么星球？我是魔王星，魔王 S 星。你是魔王星。哦，你是魔王星，那、啊、你是什么星？我是美少女战士星。对。怎么硬啊？那、啊、我来自黑猩猩。那我们今天也要一起萌萌的拯救地球哦。这个你做得来吗？你介绍一下萌萌城的小故事。哎哎哎，而且你注意，他们都采桂枝。来，林香，你
你想你这样子好像做错事了，这是祖先牌位。阿公，阿公，你原谅我。阿公，你原谅我，我不应该含生生到顶，我对不起。你讲什么 ？Action。来到蒙迪城，然后跟你介绍下我们的菜单。主人，这是我们的蒙迪城小故事。那我本人是从美少女战士之星来的，那我们的萌萌能量即将消失了，所以我们被派到地球来收集一些萌萌能量，所以希望主人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拯救地球。耶耶耶！有感觉吗？有，因为我刚发现桌子浮起来。我跟你讲啦，女仆干久了哈也会累啦。对，今天我们就是角色互换，来坐坐坐，没有，现在在演戏可以坐了。对，哦，老板啊，他坐下来了。没有，我们在演戏，在演戏。我突然叠坐了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客人来了。哎，介绍一下。哦，是，这张宇宙运行的萌萌量怕不够了。嗯，那就是各个星球的公主跟王子们来到了地球，那为了要在这边可以练萌萌能量。那关我什么事？就是希望各位主人能不能一起帮忙。我神经病啊！我假扮你弯腰，我干嘛在这提点什么能量？我神经病，我干嘛没事要帮忙？啊，你当我没事干是不是？不要这样。不建议这样，不建议这样，别这样，来，好，上菜。不好意思，大家主人带小姐喽，为你们上菜，风干也担包饭。哦，所以你们那个全套一定要主人大小姐，没错，啊，上菜喽，这样子。OK， 哎、欸，我看你们都会在盘子上哦，鬼画符这样。对，啊、嗯，请问主人大侠就想要画什么吗？什么猫咪啊，兔兔啊？能不能配合我，就是，哎、欸，画老虎，画兰花，画虎兰，哈哈哈，哈哈完蛋了你！我本来想说怎么办，林香这样子会吗？林香是学美术的，嘿，你今天遇到对手了你，哎，他是专业学美术的哦，他是因为后来变巨星了，你们到最后也还，没有哎，并没有。做最后一个步骤，施好吃的魔法，跟着我一起做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这个是我的魔法，你们可以就是想自己的魔法。当我们三岁小孩，这是梦幻的世界。啊，你那个某位梦幻啊，这是你自己发明的部分。对，让你来肯定。我也不知道发明什麼。我期待你的。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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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林香的身材，那根本不用当搞东搞西，他只要对着食物，对不对？三鞠躬就可以了。感恩你，谢谢你，祝福你。不建议再乱看喽，赶快到右下角按赞支持威廉省欢乐颂。好的，吃的也吃了，喝的也喝了，魔法也施了，拍立得也拍了。是，听说女仆店还有一个特色文化，每逢重要的日子的时候，就会载歌载舞。没错，特别的日子要带来特别的表演，我们欢迎香香女仆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各位乡民们，我接下来要带来一个表演，祝你们就是今天会有愉快的一天，工作加油。加油！
哇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几分？一百分，太会说了。哎，这个是我认识你以来我看过最精彩的一次表演。你也是属于会跳舞的那一种吗？我不会，你别想 cue 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越来越有默契哦，我就把塞姐的宝贝，她都知道我要干嘛。她今天我们在女仆店的表现，你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非常好，哇，你非常好，谢谢。啊，我要改变态度，不可以凶巴巴的。对，改变态度。对，你温柔一点，那个可以成为你的设定。我最怕设定了，哎，我昨天哦设闹钟。早上醒来，闹钟怀孕了，什么完蛋了？为什么我讲？闻到一些头，你就知道我要讲鬼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，谢谢莎奈今天哦，这个算是我们的一致老师。啊，那个希望你们店生意越来越好，啊，你的粉丝越来越多。谢谢。啊 ，OK， 好，谢谢啦。那我们要好下一趟行程了。OK， 祝福我们。百年好喝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们上车了，上车的啊，记得哦，保时3008是一部好车 ，OK， 爱卡比科技座舱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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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哇，今天这个早班哦，说累也是蛮累的，这个女仆店哦，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轻松，以为说只要耍耍可爱就好，对啊。眉眉角角一堆，还要表演才艺。哎，但是话又说回来哦，你觉得女仆店这个工作适合情侣一起吗？老实说，我个人是觉得不推荐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女仆咖啡厅有太多女仆，然后太多女生，而且她们都长得超可爱。嗯，然后我就觉得上班的时候她们可能会有一些小互动啊，嬉笑打闹。我觉得日久会生气，对，我看了会吃醋。话说回来了，你如果担心男朋友出轨啊，你最适合找什么职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开火车的。为什么？那不能出轨啊，一出轨就完蛋了。嗯，对。对，所以呢，什么工作适合情侣一起工作，这个要请我们观众朋友帮我们推荐。对。啊，想要看我跟林香再去体验什么工作。啊，就踊跃的留言给我们，在底下留言，然后我们会去帮你们进行测试。Okay。 嗯，啊，今天哈、一样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哈、所以呢，想要得到礼物的呢，就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啊，礼物呢，我们就会抽出来给大家。威廉省欢乐颂，沈玉琳 and 林香，啊，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 together forever, love you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おかえり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有没有笑我？没有。